我炸掉了。就问你嘛，肿不肿嘛？这是我的第二张睡眠面膜，你要出镜吗？这是早安面膜。哦，早安面膜，呵呵，脑子还在睡眠，人必须要早安。你要出镜吗？我今天就丑。我前天也是熬了个大夜，然后我这个地方长了一颗 super huge 的痘痘。今天的行程是，早上的时候，因为我的教授们很想见一下我的爸妈，然后我就要带我爸妈去一下，那个就要提前去。然后我正式的毕业典礼是12点半的时候开始，然后也会有很多朋友来，没有很多朋友啊，有那么几个朋友会来。然后来了之后，晚上出去吃个饭，然后我要收拾房间，我明天就要。离开学校了，是不是？你好像很高兴的样子。哈、啊，我的手指头撇住，不肿了吧？还肿吗？你可以在镜头面前摘掉一些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录了，等一下再录吧，保护他的隐私。我们现在，刚才我帮我妈化了妆，然后还搞了一下头发，虽然没有搞好，老郭待会还要帮我补。但是我们现在就在紧张的准备中，然后老郭已经基本上准备完了，我还刚开始画眼睛。大家刚才一直没有录音，我们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然后我的爸妈在后面，我依旧是坐在老郭的车上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可以挡住你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可以见到 professor 的那个。我忘了，然后如果赶得上的话可以见一下，虽然我觉得一定要赶上，因为但我们出门晚了，所以对。大家我们现在在排队，然后我果然来晚了，就只见到了一个教授。嗯，现在排队的地方挺长的，就是这个时间段毕业的人还挺多的。然后我已经穿上了我的毕业的这些，哎呦，衣服啊什么的，贼尴尬，有人看见我在录视频。然后帽子什么的也戴好了。我们现在就排一个长长的队，就等待入场。我看见老郭了。低头在玩手机，那个第三行坐在走道那里。哎，他怎么没有和我爸妈坐在一起？我爸妈在哪？不是很好意思说话。在等，要开始了，还是有挺多人的。Garrett Taylor, Thomas Stevens,
Hello 大家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参加了毕业典礼了，然后我和我爸妈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吃个饭，然后你太美了，还有哪里？哎呦，你这个头！错过来。哎呦！Hey, I'm a bartender. Oh, are you? Oh, okay.现在40分钟过了，依旧没有任何的菜上来，除了那几个薯条之外，还有鱿鱼圈，还有鱿鱼圈，正儿八经的菜还是没有上来。我妈是要不要？妈妈要不要说一下感想？要不要说一下上菜慢的感想？冷漠，偶像包袱啊！那爸爸要不要说一下？你要入镜吗？我在录视频。So far, I got 2 Thai chicken salads. I got like 6 of them, so whoever has them. You can start on that site. 我打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菜长什么样子，就是那种普通的美式的菜。来，你可以先吃。哇，这么大一份！这是我最爱吃的 Thai chicken salad。是不是你们？Another Thai chicken salad。不是我爸，不是。哦，我爸不是，不是你爸，我爸。不是你的，我的。Thank you。看上去就吃起来特别的像芝麻凉面。对。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吃。嗨，我眼睛太漂亮了，它的毛怎么这么的软呀、啊？嗨，你是这么多人之间的小公主呀？都在看你，哇，它太漂亮了吧！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，然后。我等下可能还要处理他们，因为我有一个教授要就是见我一面，但是我们现在在收东西，因为就是要回国了嘛，然后在清理房间，特别的累，大家都很累，因为最近这几天睡的有点不太够，然后还在继续收啊。然后收完、哎我很努力的在给你录 vlog， 我求你回去看看，我塞，你知道记住紧张的老姑。我们现在来沃尔玛还一个东西，然后刚才就是在家里面，我妈妈给我们做了饭，我们就吃了饭，主要还是在收东西，东西太多了，因为明天我们就要离开学校了。为数不多的几次在坐老郭的车啊，你不要这么说，啊，走塞的。今天已经跟我的其他的朋友们说了再见，还是有一点晒的呢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收完了，哒啦！好像没有，快收完了嘛？比刚才好很多了，对吧，老郭？嗯。他已经成功的博得了我妈妈的欢心，是吗，老妈？是的。很白，是不是显白？你再翻过来，很黑，粉色不适合的。嗯，适合的。你开始给我撒了个娇。你刚才把我的撒娇也录进去。然后，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。
你不要这样，我要哭了。你真的会哭吗？我真的。不要哭，有什么好哭的？今天已经哭了，已经哭了一个。明天估计还会有人哭，我觉得。对，哎呀，没有什么好哭的。我们两个的头发，感觉头发好多。嗯，晚安。你素颜，你有素颜出镜啊？我闺蜜又该说，你出镜你还不上个妆？他经常被认识的人说看到在视频里，笑死了！天哪，粉丝遍天下。我你这样说我会被打。没有，我的发小真的在关注你。天哪，如果你有在看这个视频，谢谢你，郭星辰的发小，我给他转发。OK， 不多说了，我们要睡觉了，明天又是忙碌的一天。晚安大家，晚安。